烟熄灭了吧，对身体会好一点。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，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，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，把它藏在相关的后面，把窗户打开吧，对心情会好一点，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。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，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，却会让我再有想念。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，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，爱你的每个瞬间，像飞驰而过的地铁。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，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，爱你的虎口，我脱离了危险。窗户打开吧，对心情会好一点，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。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，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，让我在以后想念。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，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，爱你的每个瞬间，像飞驰而过的地铁。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，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，爱你的虎口，我脱离了危险。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，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，爱你的每个瞬间，像飞驰而过的地铁。说过不会掉下的泪水，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，爱你的虎口，我脱离了危险。爱你的虎口，我脱离了危险。弟弟去哪里了？哎呀，我只带了一个耳机，听不太清我自己唱的。谢三哥的好多魔力券，听得清楚啊。这个听得这么清楚。我带一个耳机，噩梦屋，让你别抽那个，你不信，弟弟。然后我们谢一下，阿金哥哥的，虽然看不见的一架马车在这里
就是日榜上能看到，周榜应该也能看到。周榜我还差50块钱，我的周榜就百元榜就齐了。Oligi，弟弟唱歌很好听，你们点歌看有没有弟弟会的嘛？弟弟唱歌真的很好听，比我好听太多了。你唱那种就是平常那些阿姨听的那种。欢迎林颖，就是那个你和姑妈唱那个，这个点弟弟叹啊，弟弟你别说，弟弟应该会叹。叹，一万一万的一万，会叹我会。三哥准备好飞机哦。但是我可能唱的不太好，这首歌。我把这首歌挺难唱的。来，把耳机打给你，你好好唱。我坐这里可不可以听到吗？我坐这里，你们可以听到我唱歌吗？就是听到我的声音，但是你是放伴奏唱还是？肯定放伴奏唱啊。我给你搜。不然的话，他们听着可能就外放那种感觉。Hello， 酷狗。你别说，弟弟就会唱这种骚气的歌，三哥很喜欢这个歌，对，三哥超喜欢的。你唱好有飞机。嗯，看伴奏，要伴奏，你需要降调什么的吗？这个好像这首歌不需要，但是我可能唱的不太好。你要唱哪个？就第一个呀。啊，这个马车，哇，这个就是刚刚那个马车吗？阿金哥哥，刚刚你送的就是这个马车吗？这个好好看，克拉马车好好看。这个伴奏。所有的一切尽在天地之间。闭上双眼。春光灿烂，吓我一跳，我这边还放着音乐，我听一下，你再听一下。当场去世，谢谢三哥的克拉马车好看。能听到音乐吗？可以，但我带一只就行了。你带一只吧，你坐这里嘛，你要坐这里。好的好的，那我重新放，你给我放吧。你坐这里，我们俩换一个时候你就给我放，然后我们俩坐好的。猜中我弦呢，谢谢，感谢马车，马车，三哥的马车，三哥的马车。哎，怎么没声音了？你哦，哇，这个这么嗨吗？哦哇，这个这么嗨，我靠，你快带上。对呀、啊，你不是会唱吗？我、哦、会唱，但是我没想到伴奏这么的嗨。准备好了吗？嗯。我要看歌词哈。夕阳之处燃起了火，点亮黑夜最深的角落，指尖划过我的脉搏，酝酿一场迷惑的风波。花瓣飘落，像雨下指引，挑战我的神经，是我的清醒。孤零的出落，一交织融合，我们贪恋着无罪的邪恶。音乐的呢喃弥漫无声，如梦似幻，浮在云端，隐喻的纠缠，几个瘫痪啊。承认孤单，清醒作伴，不再孤单，与我作伴。一万一万的一万，随我的节奏摇荡，摇晃摇晃再摇晃，若隐若现的微光。
熟这首歌，我重新来这一遍，我再放开一点，这一遍再放开一点，尽情的发展你的魅力。像云下之意，挑战我的神经，是我的清醒，甘霖出落，一交织融合，我们贪恋着无罪的罪恶，音乐的呢喃弥漫无限，如梦似幻，浮在云端，阴郁的纠缠，几个瘫痪，梦之彼岸，坠入泥潭，尘缘孤单，惊醒作伴，不再孤单，与我作伴。一弯一弯的一弯，随我的节奏摇荡。主要这首歌它是和那个黄龄，就黄龄就是养的原唱嘛，然后肯定会有那样的一种感觉。还有什么？那就养啊。你会唱养啊？会啊。秋玲，来嘛，趁现在有状态。发过了，快点，你唱。趁现在有状态。自己打字养。但是没有那个什么。养。养能不能唱哈？反正我们那边是不能唱这种歌。哎呀，你没得唱光光。烧的歌弟弟都会，我还会那个要抱抱。啊那那那那那那，哎呦我的妈呀！你点中间那个，然后因为他们有些要听啊，我唱这些歌不是免费的，我在那边我跟你说，我唱这些歌他们要花钱的。对弟弟那边，但我唱其他歌都不花钱。要降调吗？不用不用，但我不知道能不能唱得下来。我在全民那边，全民。他，重来重来，对不起对不起，等会儿没。Sorry, I'm so sorry， 抢拍了。谁懂得吟唱它，要慢慢一幕柔光，只等只等有人为之绽放。来呀快活呀，反正有大把时光。来呀爱情呀，反正有大把欲望。来呀流浪啊，反正打破方向。来呀走错呀，反正有打破时光啊。大大方方爱上爱的表象，一回回梦上你的梦浪。
越慌越想越慌，越痒越骚越痒。只有有一抹斜阳，多想多想，有只围着心上的，有原来一片云窗，只等只等，有人围着共享它，是绵绵一段乐章啊，想有谁懂得吟唱它。有漫漫一抹月光，值得值得，未知又是绽放了呀，快活呀，反正有大把时光了呀，爱情呀，反正有大把欲望了呀，流浪呀，反正有大把方向了呀，造作呀，反正有大把风光啊。大大方方爱上爱的表象，一一回回迷上梦的梦浪，越慌越想越慌，越骚越骚越痒。还有什么歌？快点，我唱那首给你们听。那首歌挺好听的，一首动画片的主题曲。哦，不是那个张亮，不对，就我今天你应该听到那个，不是那首歌我也会，但是。我最近在听唱这首歌。奥利给哥哥不是特别喜欢听你唱歌吗？但他现在在上班，他来看一下这首歌。这个他们怕没听过。没听过，听了一遍就喜欢了。伴奏声音再大一点。嗯，不知道他们那边听的是怎么样。伴奏声音就这样差不多。看青草穿白雪，听见森林的音乐，忽然发现陌生世界，天上湖蓝色雾，这旅途往前一步，迷雾深处每一声心跳，每呼吸一秒，去找寻自己的骄傲，看得到花开的美好，萤火在燃烧，望着飞穿过云霄，看满天星光在闪耀，多渺小也要去奔跑，就比飞也一样的飞，比飞也一样的飞。风轻吻地平线，阳光跳舞和蝴蝶，每个明天都是冒险。天上湖蓝色雾，这条路每秒清楚，日戳日出，每一声心跳，每呼吸一秒，去找寻自己的骄傲，看得到花开的美好，萤火在燃烧，往前飞穿过云霄，看满天星光在闪耀，多渺小也要去奔跑，就比飞也一样的飞，就比飞也一样的飞。
每一声心跳，每呼吸一秒，去找寻自己的骄傲，花开的美好，因我在燃烧，往前飞，穿过雨潇，看满天星光在闪耀，多渺小也要去奔跑，有比飞还要飞。谢谢，感谢鱼哥夸奖，感谢大家稀稀拉拉的掌声，谢谢，感谢大家。这个歌他们都没听过，我都没听过。那光头强那个电影叫那个电视剧叫什么吗？就叫熊大熊、哦、熊出没，熊 出,、哦、熊出没的那个歌，我妹妹在家每天都看，这个我知道。好，你来播吧，待会儿他们我来播吧，我来播吧，对，那啥，把你的板凳抬走，拜拜拜拜。弟弟让他走了，他影响我收视率开玩笑的，每天没事的时候让他来唱唱歌给你们，就你们一直听我唱歌会产生那个听觉疲劳，然后让弟弟唱一下不同风格的歌，然后就不会疲劳了。弟弟可太帅了，毕竟也不看是谁的弟弟，毕竟是你们的弟弟嘛，对，毕竟是你们的弟弟谢三哥，放这个。To be free, 他英文不行，但唱歌居然唱英语，他也能唱。你们要听他唱清唱，或者是在店里现场唱，哇，他可在我店里招了太多小姐姐。三哥我们过了三星耶，真好，谢谢三哥。我还在想今天三星又过不了了。阿里给真好，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，欢迎雪客讲。但弟弟他唱歌好听，他总是想让我教他弹琴，但是他又嫌疼，他又坚持不下去。欢迎南岸离岛，三哥你之前不是说有那种才艺 PK 吗？就是叫我去玩那种才艺 PK 吗？有吗？两小的桃花落，闲池阁，山盟虽在，锦书难托。欢迎小丑，没怎么看你哦。好的，虽然我也没玩过，但才艺的应该行。三哥你刚没来，刚我们连到个主播，把大家气得不行，把大家气的不行。我三哥不在，我三哥要是在，三哥肯定 也跟着一起要怼怼对面主播了。这就是周榜，哎，周榜还是没凑齐百元榜。为啥气？因为那个对面的那种男主播嘛，男主播就是那种骂人的主播，但是我一点都不气，因为我给大家说过，就是一只狗咬了你，你难道要反过去和狗对咬吗？不要在意，直播间大家生气的是对面骂我。
大家气。反正也还好了。三哥三哥，你还差14块钱，你给我凑个百元宝嘛，差一点点就好了，13.2块。6、3张半卡，3张半卡都不到，你凑个百元宝就行，这样我就圆满啦。借三个的蓝水晶卡，蓝水晶卡也是抽奖抽的吗？错了，春如秋，人空守。欢迎老 hero， 老英雄。你不是不玩魔力圈吗？你抽魔力圈，你还不如抽幸福去。你玩魔力圈有亏多少？完了，没抽到，看嘛，10块钱。刚刚你这个魔力圈乘10是10块钱，对吧？你说你10块钱，你抽那个幸福券，还能抽飞机，还能让他触一触。魔力券可坑了。欢迎鱼哥，鱼哥你去哪呀？魔力券你有东西拿吗？你抽券我是没有，但是你送了这种办卡什么的，你抽出了我有。就像你抽幸福券我也没有，但是你要是抽到了飞机，你送飞机给我，这肯定是有的。但是魔力券好像比较坑，他们据他们说魔力券比较坑，他们是这样说的。不必隐藏，不必隐藏。你破旧的玩偶，你的面具，你的自我。三哥，你在哪里来着？我想一下，你是在哪里？广东？我忘了你在哪里。生生。只有不完美值得歌颂，谁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。爱你孤身走暗巷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峙过绝望。三哥，你私信我一下，就微信给我发一下你的收货地址，然后我给你寄一下新年礼物，怎么样？给你寄一下，这年前能收到。但这样青年，因为你也陪了我，你也看我挺久了的，我也没有什么送给你们，就只能聊表心意。嗯，啊，人呢？不说话。你看我虽然直播间人不多，但是还有三个钻粉呢。鱼哥鱼哥，你都要超过他们了哦，18你只能超过这个。还有礼物的吗？你私信我。对啊，因为你对我这么好，毕竟新年嘛，就是图一个吉利，新年图个吉利，然后仪式感还是要有的，虽然不是什么贵重的，但仪式感还是要有。你私信我你的地址好不好，我明天给你寄。真的孤人一场空，光里的才算英雄。你直接微信到时候发给我你的地址就行了。天哪，我再收一个水晶飞机，我已经收到一个雪人飞机了，
我要再收到一个水晶飞机和一个时空战机，斗鱼就会额外送我30块钱。这个好难。点亮相册，造梦屋。礼物相册是啥？鱼哥，鱼哥，我去上个厕所哦，大家等我一下，我去上个厕所回来带你们去看小姐姐。我日为什么不说话呢？我日，我日，你说话呀！荧光棒续一续。好久不见，还好吗你？我的小太阳，你还好吗？最近？但鬼未伤我分毫，我不害怕人，但人却让……还好，快过年了，你们放假了吗？快过年了，那你们放假了吗？欢迎路人甲，路人甲，你怎么这么晚？昨天你好像……昨天我好像都没看到你的身影。昨天路人甲，刚刚弟弟唱歌，弟弟都回去，都过，都走了，你不来。弟弟休息去了，他刚刚唱了好几首歌呢。哎，遍体鳞伤。你昨天在，昨天你都没有来，好像。哒哒哒哒哒，开到11点，那我播到2点了。昨天，哦，好吧，好吧。那你们是不是？哎，牛肉，你们这周四放假吗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假了，应该是，我没记错的话。Hello， 你好。Hello， 小姐姐。我们要票玩什么呀？嗯，你想玩动的还是静的呀？啊，都可以。动的话，我们就，你可以站起来吗？可以啊。动的话，我们就学对方，就是谁的分高，然后。另一个就学分高的那个做动作，怎么样？就学对面主播做动作。嗯、好。然后洗完澡你就睡了呀。哦。开个局吧，当时还没抽，我怎么说？嗯。你是几号年会来着？哎，
哎，算了，现在纠结这个也没有用了。哎呀，鹏鹏，开心就好了啦。谢我日的心相印，我日的小画家，谢我日。是站起来模仿吗？就是如果我的分比你高，我做一个动作，然后你就做我那个动作，然后直到你的分比我高了，你就不用做了，然后你做一个难的动作，让我去跟着你学。哦，懂。ありがとう。是十分开局吗？对，十分开局。嗯，我们一块钱开局哦，一块钱开局哦。哎呦，今天怎么有点困？最近通宵看电视剧，一天天的。你现在还加班吗，姐夫？看着眼睛。欢迎言。为什么老是你们的名字就会有九九九这种东西？我日小画家，每天还是早起早睡吗？你送早睡早起，谢我日的小画家，十个能出一个吗？一个都不出，不过好像也不亏。那我要做一个动作，然后你就做那个动作就行，怎么样？好。嗯，好，出了同心卡，借我日的同心卡。嗯，你穿的裤子吧？穿睡裤。哦，只要是裤子就行，因为裙子的话，我怕到时候不方便。嗯。怕万一像那些跳舞的主播的话，哦，他们会漏，然后就会被那个超管警告。嗯。你就做一个，这个你站起来做一个睡裤。就这样行吗？但是你得九十度，前面个脚九十度，然后后面个脚打直，对，一直保持这样。哎，爱本简单，对，就像那个工字部。好了，欢迎爱本简单。爸爸，你搁这儿练体操。这个体操，这地毯太滑了。你还有地毯呢？嗯，地毯怎么会有汗？欢迎南岸离岛。我这边放的音乐，你那边能听到吗？哦，没事，我有我自己的音乐。哦，那就好，不然快救一下我，不然怕尴尬。我日我日，你还是喜欢之前喜欢听的那首歌吗？既然无动于衷，男人们能不能拿起你自己的手指来救一下我？我的眼镜呢？我也想戴个眼镜，酷一点。你要是觉得累的话，你可以换条腿。那换一个。对，但是记得姿势要标准哦。还好我没让你做难度大的动作，不然，地毯好吧。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。
你把眼睛遮住了，我都看不上，我都不知道你现在的表情。我现在的表情很开心。哎，我不能笑。欢迎大家到直播间，大家喜欢听歌的可以点个关注哦。欢迎九号。你们家不上分吗？都在挂机啊。玫瑰是200的玫瑰还是说其他的玫瑰？快救救我。我肯定会啊，200的话我肯定会啊。谢我日的小血瓶。如果是200的我肯定会啊。小姐姐我们休息吧。好的，谢谢。你们家都不上分都不好玩。200的，好的，那我连完这个给你唱。家里没钱。对，这个游戏的话其实主要是两边，就是上分的话就会好玩。你想个特别复杂特别难的动作，就你做不到，哦不，你做到但是对面做不到的那种，然后让对面做。这样子的话会比如什么动作呢？就是，我哪知道你会做什么我不会做什么，就我的动作都太难了，但是我就先想试一下。就是如果我做那种特别难的动作你一直没有分的话，你一直做会很累的，就不动的话会很累的。玫瑰玫瑰欢迎三年。我日，你现在谈现在有女朋友了没啊？这么几年了。没有，加油啊，努努力，加油。加油加油。刘有正你在干什么啊？在吗？你给我安排一个贵州的小姐姐，你又不在贵州，我怎么给你安排贵州的嘛？异地的话不现实的，要妹妹。我店里倒是有很多很漂亮的妹妹，就那种很乖的，因为我这边大学嘛，我比较喜欢妹妹。但是你们异地不现实，不现实 ，no 不现实。我就不一样，我就比较喜欢哥哥，我喜欢比我大的。男孩子一般可能都比较喜欢比自己小的吧。我今天好困，我昨天通宵看电视剧，今天好困。小姐姐，你看过那个开端吗？哈？开端你看过吗？开端是什么？开端是最近上的一个电视剧，很好看的，你要有时间你可以去看看。古装剧吗？不是，现代的。哦，好的。我感觉这个这么白，点了6发告白气球，抽6发舞蹈家，出了5个手办。你可以去贵州啊？那我就不知道了，那你得来了再说。可以私聊私聊，在群里给你们物色一下。那我们就这样吧。好的，拜拜。拜拜，我挂了哦。拜拜。我店里的妹妹倒都挺乖的，就贵州大学的。我最喜欢的是一个，她今年研一，研一的话应该是23岁吧。我日，你比我小，你多大来着？
那个妹妹长得简直漂亮。不过异地是不可能的啦，我自己以后都不可能在异地了，更何况别人。你97年比我小一岁，嗯，不错啊，不错。唱首玫瑰，路人甲在不在？我唱首玫瑰。欢迎伟善。你说你想在海边买一所房子，和你可爱的松狮一起住在那里。你为当一个星期杂货铺的老板娘，随着心情买着自己喜欢的东西。生活越来越压抑，你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，一个人站在悲催的风里。玫瑰你在哪里？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，不要欺骗自己，你只是隐藏的比较深而已。玫瑰你在哪里？总是喜欢抓不住的东西，请你不要哭泣，我们都只剩下一堆用青春编织而成的回忆，用青春编织而成的回忆。欢迎大家。转眼2年时间已过去，该忘记的你有没有忘记？你说你最近爱上了旅行，我只知道我又泛起了回忆。生活依然在继续，我越来越不像自己，一个人站在悲催的风里。玫瑰你在哪里？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，不要欺骗自己，你只是隐藏的比较深而已。玫瑰你在哪里？总是喜欢抓不住的东西，请你不要哭泣，我们都只剩下一堆用青春编织而成的回忆。玫瑰你在哪里？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，不要欺骗自己，你只是隐藏的比较深而已。玫瑰你在哪里？
总是喜欢抓不住的东西，请你不要哭泣，我们都只剩下一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，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，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。谢俊哥哥，恭喜升到六级粉丝牌，谢我日的粉丝卡。小爷，还有什么要听的歌？欢迎大家到直播间，大家有什么？你们还有什么要听的歌吗？鱼吧有歌单，大家想听歌可以点歌哦。我日，我最近发现一首很好听的歌，我在群里推荐了。啊，不在了，我在群里推荐那首歌很好听，最近超喜欢。的旋律若别离，撕毁我写的信到失去，落户拆穿的回忆抚慰你心中的选择曲，此刻被告诉的悲伤在沉默，心里默默遗留在这首歌叫唱首这个吧，穿越时空的思念，你们可能没听过，跟路人讲。或者这个，小月有什么要听的歌吗？你可以点歌，鱼吧有歌单哦。没有的话，我就随便唱一首了哦，唱一首这个。
独望穿彼岸，忘不掉人长叹，古今下月光思念装满，樱花瓣飞过风又远，水清岸离上岸，游丝转凌乱，神女披冠，没听过哎。听歌我就休息一下，女神披冠是什么？我听一下，可以可以听听这个，可以听听这个。好的，好的，我听一下，我没听过。神女。哦，神女啊，不是女神。原神里面的，原神是电影吗？这个，哇，这个太难了，这个游戏里面的哦。对，我一般都不玩这些，我都学不会。欢迎铁头 ，Hello Hello， 繁华哥哥，晚上好哦，铁头铁头，上过央视的呀，哦。繁华哥哥，你今天有什么想听的歌吗？这个太难了，欢迎楠楠哥哥，楠楠哥哥，你放假了没？要过年了。谢楠楠哥哥的人头大气，再看 MV 贼带感，听起来就很大气。这首歌还没放假哟。谢谢雪竹哥哥的头，我们今天也过不了四星凑头，好像也过年留守今年。四星过不了的。一周能过一次四星就很开心了。欢迎路飞，让路飞测个头。路飞不来了。
哎，来了，哎，路飞不管在哪里，只要你打路飞，他都会凑头，哎，好神奇。我十二点唱歌，十二点有推荐，我到时候就一直唱歌。彼时鹤归，彼时鹤归，天地无依靠，孤身离去，今日再会，新朋旧友坐满堂。谢谢，哎，谢谢小爷的浪漫发发。小爷，你有什么要点的歌吗？鱼吧有歌单，你看一下有没有你喜欢的。如果没有的话，你可以说你喜欢的，听一听。这不是原唱，这边没有原唱，我看了都是翻唱，都是翻唱。嘟嘟嘟嘟嘟，听这个，绿茶。出现又离开，连播的是吧？那个我很少唱，试一下。出现要离开，先雇佣者也不错，但雇佣者男孩子唱会好一点。雇佣者，但虽然我也每天听，但是我觉得男孩子唱才有那种气势。出现又离开，等我一下哟，我把谱子找一找，找个谱子。写的词呢？词我没注意，但我只知道演唱者是 Ethan， 词等会我看一下，但词真的好。也不肯，出现又离开，我和你各自好，各自坏，各自生活的自在，毫无关联的存在，直到你出现在我眼中，躲不开，我也占领你的心海，充实着你的空白。为何出现在彼此的生活又离开，只留下在心里深深浅浅的表白。谁也没有想过再更改，谁也没有想过再想回来。哦哦哦，我不明白，我和你不应该只找感觉试探未知和未来，
相信那胡言一拍，等天空暗下来，等周围又安静起来，当我突然梦里醒来，就等着太阳出来。为何出现在彼此的手，我又离开，只留下在心里深深浅浅的表白。谁也没有想过再更改，谁也没有想过再想回来。哦哦，我不明白，谁也没有想过再更改，谁也没有想过再想回来。哦哦，我不明白，我和你本应该各自好各自坏，各自生活的自在，毫无关联的存在，直到你出现在我眼中，躲不开，我也占领你的心海，充实着你的空白。这个我很少很少很少几乎没唱过的都，但是这首歌真的好听，真的好听。还有那个梁博的还有一首歌叫什么，男人吗？是男人还是叫什么忘了，也很好听。很 Levent 哥哥 Hello 酸奶，欢迎苏小琪，欢迎酸奶，酸奶晚上好，丫头晚安啊。好的酸奶晚安，好的酸奶晚安。乖，哎，梁博有一首歌叫什么，欢迎努力的张杰，谢酸奶的头。哦，叫男孩不是叫男人，男孩，对，我刚才叫男孩不叫男人，一直想不起来。欢迎大家到直播间，等我还有十五分钟我就有推荐了，加油。没有推荐的时候很少有新人进来，大家喜欢听歌的可以点个关注哦，谢谢大家对乐乐的支持，对音乐的支持。可是我对你的喜欢，三行也写不完，但你一行也不看，无人作伴，熬过五更六晚。这个是我今天听到的，我觉得好好听啊。酸奶酸奶，你微信给我再发一下你的收货地址，明天给你寄新年礼物好吧，你微信给我私信，微信给我发你的收货地址。嗯，快过年了快过年了，也要我们也要有仪式感，给你们寄一下新年礼物。这个好，这个开心的，听一下这个。
啥礼物？每个人都不一样，随机的，盲盒，开盲盒。小小的步伐，跟着外婆采绿茶，真好。今天骑车摔了一跤，我这个白嫖怪有没有？屁人一个，你要不要？铁子，你都不爱看我，好痛。酸奶，你骑那个应该是脚踏车是吗？大冬天的骑慢一点咯。只有酸奶有，只有酸奶有，因为酸奶是女孩子。我都没有，大家都没有，因为酸奶是女孩子。你们男孩子要什么仪式感吗？你们都不给我准备新年礼物，我不给你们准备新年礼物的。还撞到一个阿姨赔了2000。痛，太痛了，心痛心碎吧。我休息一下，等到12点我就一直唱歌唱到1点。酸奶是陪我最久的一个，他现在